港产片陪伴一代代观众成长，如今已形成每年在暑期档看香港犯罪动作片的仪式感。熟悉的面孔，经典的类型，今年就看《扫毒三》。系咁三个，枪就系我喺上流社会做最下流嘅事。古仔就是我们在游到龙虎榜的时候，我们有。